喺學校以外嘅時間咧，其實有好多空間可以去俾機會小朋友去接觸唔同嘅嘢，接觸人啦，接觸事啦，接觸一啲活動。咁至於呢啲咁設施點樣可以俾得安全啦、空間夠啦，又或者個能源效益啊、空氣質素各樣做得好咧，都係我哋一路關心嘅。香港小童群益会始创于1936年，一直关注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我们总共有76个服务单位，主要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有关教育、成长、多元智能、体格发展或者心理辅导等服务，同时亦都服务他们的家庭。我们很希望以后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环境和设施。總部大樓咧嘅設施都已經用超過20年㗎啦，咁啊內部裝修嘅設備啦，同埋一啲機電嘅設備咧都開始老化。我哋知道咧就賽馬會同香港綠色建築議會咧，佢哋就合辦咗一個自綠祝福嘅計劃。咁啊知道呢個計劃咧係免費咧幫一啲嘅社福機構咧做一個樓宇嘅檢驗啦，同埋咧去提交一份報告去改善一啲嘅綠化建築物嘅。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參加咗啦。今次小童群益會嘅翻新工程咧，就會更新灣仔嘅總部大樓同埋西貢嘅白普利影社，包括安裝太陽能板呢啲咁嘅節能設施啦。總部大樓咧都會改建一啲睇唔見嘅內部裝置，例如更換比較慳電嘅水冷式空調系統，採用一個節能同智能化嘅照明，亦都會更換升降機嘅智能控制同埋摩打。而現有嘅一啲綠化設施，亦都會繼續保留。保持空間的舒適度。這個房間主要其實是做一些特殊小朋友的訓練的，一個舒適的環境，比較平和的有些綠色啊，那種的環境的氣氛會幫助他可以專注多一點，還有情緒會平復多一點的。其實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它是要知道什麼叫環保啦、循環再用啦。這個是用什麼整的雀仔啊？是用瓷筒做。小童群益會一直都在不同的中心做推動環保的工作，例如開分類的回收箱，鼓勵綠色飲食，亦都在假期的時候幫小朋友製作環保裝飾，希望教導小朋友由小開始就懂得珍惜資源，實踐低碳健康的生活。保護環境同埋可持續發展係社會嘅大趨勢，推動綠色建築唔單止係對兒童青少年嘅身心發展有好處，亦可以為本會、員工、服務使用者、其他持份者甚至社區創造一個更加美好嘅環境。